和体育中心为您现场直播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体校甲组男子团校的王志成。第二盘比赛将在浙江队的向鹏和黑龙江的孙佳义。在一前之后，也是连续放高球，让向鹏进攻，锻炼对手。的时候，以3-2战胜了北京队的刘烨博，也是为黑龙江晋级贡献。还是在双方的三号，也就是第三场以及第四盘啊，双方一号对决的比赛当中。哇，这个球！这个球，这样11-6，浙江的向鹏是拿下了首局。哦，漂亮！形成相持，放高球。啊，好！孙佳一这，两个选手来说也是要加强抗干扰的能力。地板的反拉，漂亮。刚刚是到极致的，最登峰造极的还是马龙。这样11-7，孙佳义扳回一局。一上来。哎呦，再调整。又是刚好被。在正手位短球能不能有一板反手拧拉？换反手了，但是被对方反拉。
也是缺席了这一次的青运会。所以在调打的时候很僵硬，一直被对方抓这个点，形成对拉。这个球之间把节奏放得稍微慢一些，哇，被放大，反手相持当中主，漂亮，最后发球抢攻拿下制胜分，这样3-1，向鹏是战胜了来自黑龙江的孙嘉义，为浙江队扳回一盘。目前双方是战成了1-1平。